这一段程式是业务筛选，那等一下各位可以延伸性的学习。第一个就是把它改成别的栏位吧，啊，应该没问题吧？你可以踹踹看，哦，比如说可以改成像产业别，像那个客户名称，啊，不过特别重要，因为你录制的时候是针对文字类的栏位去录制的，所以如果你要把它再改成数字类的，或者是日期类的，怎么办？没关系啊，你就是再录制一个句期了，好，然后再看一下有什么差异点，你就大概知道该怎么做了哈。那第二个是说哈，把它有可能发生错误的先揪出来，比如说呢，防呆一，这什么？防呆，我想应该各位都听懂什么意思了啊，应该是防止错误的意思啊。不过我用防呆，我觉得还蛮好的。这个防呆这个字眼哦，我刚开始也不知道什么叫防呆，所以。啊，最早看到这个字眼是在那个做那个什么电脑装修的时候，然后后来发现那个接头都有防呆，就是它有正面跟反面，像 USB 也有嘛，它你绝对不会插错的，因为它有正面反面，你插错它还是插不进，那叫防呆哈。不过当然我会遇过那种真的很厉害，明明有防呆，它还是硬是把它插，然后呢就这样，里面接脚就一定断掉了，对不对？那不过这个就表示那个防呆的技术不够好了，像这样 USB 就还蛮 OK 的，因为你再怎么插也一定插不进，因为它有正面反面嘛，哦 OK， 好，哎意思一样，其实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哈，其实就是在设计软体零件和软体工具，是虚拟的，但是这个东西呢也是一样可以达到某个效用，哦，其实每个东西都有每个效用，但是。怎么讲？它像麦克风好了，它其实就是一个零件，它的功能就是怎么样去发出声音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这东西，它这个看得到的，那我们的这东西是查询，只是说我们的东西是看不到、摸不到，只能在电脑上执行。但是它基本上就是一个软体的零件跟软体工具。那你们现在做的事情哦，其实就是在做设计啊，好，设计的。那比如说你要防呆，那怎么防呆？里面的话，比如说这边这个地方哈，如何防止查询已存在的名称而产生错误？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刚刚查过的这个地方哈，比如说我已经有查过小咪，那如果我再输入一次小咪的时候，它会怎么样？它会跳出说啊，错误就卡住，因为不能够重复的名称。所以一般的策略是什么？比如说跳出一个错，跳出 Matchbox， 跟他讲说，工作表名称已存在，请删除，之后继续查询。不过我觉得这种设计哦，是工程师的那种思维，因为他明明他会在查询，应该就是说他想要查新的东西，那你后来想说，其实你不如哦，你就帮他删掉旧的，产生新的不就好了吗？那如果说有人跳出这个，他根本搞不清楚什么，请删除。有些人可能他脑筋没那么好，他就可能这边也说你不贴心的，而且工程师还是要去想一想那个使用者的使用经验，到底他做这件事情的背后是要什么？哦，你不要就是很，所以这边的话哦，我看一下我这边是怎么写，就是去比对一下，这个是第一种方法。就是如果怎么样，这个名称有存在的话，跟什么一样？跟 x， 因为我今天不是输入一个 x， 然后我就 for i 等于第二个，因为第一个不用嘛，第一个一定是总表哈，到最后一个，如果他们两个名称一样，那我就什么 matchbox， 请先删除之后有没有再继续？这个我们来看一下，不过这个方法哈，啊，然后特别注意哦，它会跳出一个 matchbox。再来，特别是不能让程式继续往下跑，让程式怎么样跳离的话，加一个这个 is sub， 跳到哪里了？跳到最后面了，它就不会继续往下了。不然它 matchbox 还继续往下查，程式就挂掉了。OK， 所以特别注意。但是这种设计方法好像不够贴心，因为它还是没有新的资料出来。所以后来我发现好像我改了那个另外一个方法，就是我不是跳出 matchbox， 而是直接就干脆帮他把它删掉，
然后呢直接查新的给他。好、哦，哎，这个地方我看一下，应该底下好像有那个我做过了，只是这边不晓得有没有在放，如果没有等一下再讲好了。这个地方的话，房贷一指的是跳出一个讯息，好、哦，那另外的话房贷二指的就是说，如果这个 X 里面呢没有输入任何东西的话，它要跳出什么，请输入这个务必输入资料、哦、所以等一下你们可以怎样把这一段复制一下，放到哪里呢？放到我们的 X 的下面，先 check 一下、哦、所以这个地方是房贷一、哦、这一段。第二段的话呢是房贷二，就是说如果他没输入资料的话，就这一段、哦、然后把它贴到那个我们这根，这样的话呢至少就加了保险了。好，我们来试一下哦。如果说我一样的名称，哎，然后这个地方，假设我输入小咪，刚刚应该会错误了哈、哦。不过如果你这边的话，如果输入小咪 ，Enter， 请哎工作表已存在，请先删除。然后呢，它 is sub， 什么事也没发生了，对。再来第二种，执行，它没有输入哦。有没有直接按确定，请务必输入资料，有没有按确定，什么事也没发生了、哦啊、这样的话呢你的系统就比较稳固一点了，不然的话好像没有玩两下就挂掉了，他会觉得说你这个不可靠、啊、但是还有没有别的，还有像之前还有同学问说，老师那如果他查一个东西、哦、查不到东西的话，比如说有什么可能呢，比如说他明明没有这个人，比如说明明没有叫什么小陈好了，那会怎么样，一定会查不到东西。可是你查不到东西，如果你原来的程式啊在这边是没有房呆，它会怎么样，它一样会帮你产生一个什么小陈，然后呢会发生什么，它会一直在那边转转转，还是会出现啊，只是会发现什么，里面是空的。那如果查不到的话，理论上应该怎么样，就不要帮他产生了嘛，就查无资料就好了。可是这个还没有房贷啊、哦、啊怎么房贷，这个可能自己想一下吧、哦、我的策略是这样的，因为如果说你今天查了这个人，他的策略应该是这样，你可以模拟一下，比如你查这个人，然后他筛选文字筛选等于好了、哦，等于这个，它一定是没有东西的呀、啊。那你可以判断什么？如果 A1 Ctrl 向下，如果哈、哦、A1 Ctrl 向下是10485576的话，哦，那表示查不到资料。那如果查不到资料的话，那就是 Matchbox 查无资料，怎么样？然后就 Is sub。所以啊、哦，如果你要修改的话，当然这个地方是房贷三，可以把这个拿来改。怎么改呢？不是，可是不能放在这里，应该是放在查完之后，查完之后要什么呢？要复制之前，好、哦，所以时间点要注意哦。如果要避免这个错误的话，房贷三，好、哦，这个就是把上面这个逻辑判断放在这边。if 什么筛选完之后 if 那个这边这个逻辑是 range， 然后 A1 向下侦测，所以 A1.end 刮弧向下去追那个最下面，这个 REN， 然后抓到最下面那一列 REN、哦、REN 可能因为会干扰所以它没有出来， REN 怎么样呢？REN 然后row 后面加上等于啦、哦、等于最下面那一列叫10485576，那如果你是2003以前是6536、哦、所以数字可能不一样、哦、可能要针对不同的版本 要稍微做修正、哦、REN 怎么样
就是查无资料。接下来就是什么？就是 is it sub 就好了。好，好，这里我们来试一下啊。这个啊，这边的话设个中断点，因为我不确定是不是 OK 哦。那你可以设一个中断点，把它取消一下哈。假设我今天，一样哈，这边再执行它一下。刚刚这个地方是会自动产生一个小程，可是这个地方会不会产生小程呢？我们来试一下，这边哈，小李好了，然后换一个小李，按确定，它一样会跑，可是呢，跑到这边的时候呢？有没有104？哎，这个时候有没有104856？哦，查无资料，对不对？按确定 ，it is sub。不过会有个问题，还差什么？取消筛选有没有？因为你现在还是筛选，所以啊、哦，恐怕还多一行。所以啊、哦，设中断点的好处就是啊、哦，其实我也不确定说底下可不可能会有我少写的东西。那我可以怎么样？在取消筛选就是把这一行嘛 ，Ctrl C 加到这个的上面，然后呢，程式跑到这边了，移上来，按 F8 取消筛选，有没有？它后面就取消筛选了，再跳离啊，你不要，没有取消筛选就跳离，那这样程式就不 OK 了哈。所以呢，总共哈，我们这样就完成了。所以总共我刚刚补充的就是，这个是防呆一，哦，防呆二。防呆三，好，这里的话哈，请各位试一下，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哈。那这三段哈，等一下我也会帮各位再整理一下，反正那会不会有防呆四、防呆五啊？其实还有啦，只是说哈，可能暂时没想到。那如果你想到了，你就自己再把它加上去。那这样的话，可以确保你的程式哈是处于一种稳固的状态哦。